十号请上台。各位评审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要说的故事是礼物。熊妈妈正在洗衣服，小熊抱着玩具要妈妈陪他玩。妈妈，陪我玩玩具。哎呦，宝宝乖，妈妈没空，你先自己去玩吧。妈妈，哎，陪我讲故事。啊，妈妈还在忙，你先自己去看故事书。哦，妈妈没空。妈妈，快点帮我拼图啦！等一下，妈妈还在忙。快一点，快一点！拼图你先自己去拼，我还在忙，我还在忙，快点，自己去忙，自己去玩，快点。没空，没空，没空，每次都说没空。那我说妈妈有空好了，这样她就会有空陪我玩了。请问有卖有空吗？小朋友，我们便利商店卖很多东西，可是我们没有卖有空哦。你可能要去别的地方找看看。啊，连卖这么多东西的店员都不知道啊！我去问年纪最大的杨爷爷好了，他应该知道。杨爷爷。您知道有空在哪里吗？我常在这附近散步，我没有看过有空。啊，连年纪最大的杨爷爷都不知道啊！我真是伤脑筋呀。我去问最聪明的猫头鹰博士好了，因为他最聪明。猫头鹰博士，哎，你知道有空在哪里吗？熊宝宝啊，你回家记得多帮妈妈做点家事，你就会找到你要的有空咯。真的吗？你不能骗我。真的，一定要做，回家一定要帮妈妈做家事，你一定找得到。赶快去，赶快去。那我做做看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是你回来了。你是不是要洗衣服？对啊，你看地上一大堆衣服。好，我还要扫地，我还要拖地，我还要做好多。我帮你洗衣服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，那我来扫地，我来扫地。好多事啊，好多事，怎么家事做不完呢？哎，真是大堆家事要做。我帮你拿拖把，我来拖把，拖拖，哎，对，拖把在这边，拖把在这边，快给你，啊，谢谢，你去装水，哦，好好好，对对对，拖把，拖把要沾湿才能扫地，才能拖地，拖地，拖地，啊，真是一大堆事情啊，我帮你丢垃圾，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啊，有你帮忙真好啊，哇，好，这边也拖完了，真好真好，哎，我帮你装垃圾袋，好，啊耶。哇，啊！今天的家事都做完了，地也扫了，垃圾宝宝也帮我倒了，啊！今天的事情真是好快就做完。宝宝来，宝宝来，宝宝来，快点！来了，妈妈有空了耶！我等一下可以陪你玩玩具，然后我再讲故事给你听。等一下我们再去玩拼图。耶，太好了！宝宝，燕妮。你知道要送妈妈什么礼物了吗？我知道啊，我要和你一起做家事，这是送给你最好的礼物。真的，小朋友，如果你觉得爸爸妈妈在家里没有空陪你们的时候，你们要替爸爸妈妈多分担一点家事，那你就会发现爸爸妈妈变得非常的有空了。我们的故事说完了，谢谢大家。时间4分23秒。